老板，啊，要买个挖机给我拿个挖机呗。用挖机你找对人了，我给你拿一个，你看啊，这个漂亮的很，我劲儿很大，野鸭子，你看没有？野鸭管，野鸭子这个多少钱呢？这个便宜，4800。太贵了，不要不要。太贵了。对，有便宜的啊，你拿个便宜的。这个2800，你看到没有？全金属的。2800不也贵啊？2800也贵啊。贵。还有便宜的，老铁，你看这个咱们主推的，非常漂亮，你看外观。是不是我挖的都是合金的，这个便宜800多，不行也贵也贵，800多也贵啊，没贵，换便宜的吧。没事，还有便宜的啊，这个你看这个咱卖的比较多的啊，400多也不行啊，400多也不行，不行，那你要多少钱啊，老铁？有没有几十块钱的？几十块钱的，嗯，有哪儿呢？你们早点说，几十块钱的，就这个咋这种啊？你几十块钱你可以买多好，老铁，你就这个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要买不买？